面积没有减少。各位，我也跟各位说一下，都市设计准则已经公告了，这里就明定这只是公园绿地。那现在你要我画押，我可以画押，因为我们清楚的在都市设计准则有说，面积没有骗人啊，我们还可以再开会。我们还可以再开会啊，跟蔡里长、曾里长，我们见过好几次了。您刚才说的，我有听进去。哎，提档，哎，提档，您共懂都变了啊。好，有啦有啦，我再来，我们再到陈议员的研究室，我们再来讨论。好，曾里长，你听我讲，你听我讲。我验证你最好的方式了。哎，提档，曾局长，不，那个曾里长，你听我说。我们再见面，因为你刚才说的，我第一件事情我就在一直想，量体上做得到做不到。你要知道哦，今天这个事情是五个局讨论了很多次，我们跟社会局、卫生局、交通局讨论的相当多次。你刚才那个说法，我认为需要精算。你给我时间，我们见面好不好？好，谢谢。各位，谢谢。等一下，他刚才讲到我要给你。就保留一点六公司，他们局长千方百计的要都市计划委员会配合，都市计划委员很多都没有告，连夜赶工没有沟通。你等一下，局长你等一下。我请各位议员哈，要把这个事情要解释的话，局长过去已经没有诚信。你这个，我们就是要这个所以这进来的话，都没有把我们这个计划都就一点六公司，市长哦，你都在状况外，你要有干的嘛。保留公园，否则在历史上就是拆公园的市长。好，跟各位说明哈，刚刚的议程的部分呢，好，我们都发局还有相关局的同仁都会留在现场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公听会的议程会到这边结束。那相关的局处代表都会留在现场。刚刚有登记发言而没有说明的部分，我们也都会列入书面记录。那我们今天公听会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